竹山克明公主是文藤圣地关圣帝君，是地方信仰中心之一。帝君圣诞将在农历6月24日来临，至20日起，克明宫也将办理系列的庆典活动。今年透过县府及公所补助下，也准备了1500份平安发财寿糕，让前来参拜的民众祝寿祈福的同时，也能够吃平安发大财。今年啊，就是咱的公所甲管路吼补助啊，要予咱1500粒的鸡卵糕吼，啊，要予大家信众来，只要家乡来甲祝诞，甲因主公祝寿，都要属于这个福气的鸡卵糕。对咱的农历入日甲入时，哦啊，入时正日。啊，再是10点要办这团拜呢，请大家有时间哦，所有咱的镇民哦、六国乡民哦，大家拢来参加呢吼，啊来祝寿，也互因主公大显神威，比如咱只安和乐利哦，也有数者施工耀天，来当像耀天的时代呢，现在好玩呢吼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呢。1500份平安发财寿糕若发送完毕，克明宫也会再做追加。竹山镇民代表会主席林世学感谢庙方的用心，欢迎民众都能够前来共享盛举。是咱克明宫地君吼，诶，圣诞千秋啦，啊，上主要就是讲大家来这拜拜，庇佑大家平安之外，吼，咱阁有鸡卵糕好听啊，等于吃。过来就是讲，咱不但这1500粒啦，无够咱庙方无上限的追加啦，吼，就是讲只要恁来家乡拜拜，就是送恁1粒鸡卵糕，庇大家等于吃平安，吼，好大家。大家拢快快乐乐过日子啊！这个疫情过去了后吼，大家会敢发大财。竹山克明宫香火鼎盛，关圣帝君神威显赫，常年护佑地方。县院参门而邀请民众一起前来参与祝寿庆典活动。平安，咱克明宫伫咱8月7日一直到8月7日，这5天啊，开始咧庆祝着咱关圣帝君圣诞千秋。伫这段时间，咱庙方有准备1500粒的鸡卵糕，啊，要来予大家吃平安。啊，伫遮嘛，邀请着咱啊乡亲时代，若是有时间的话，是毋是咱啊共同啊来甲咱的关圣帝君来甲祝寿？议长何胜峰肯定克明宫管理委员会的用心规划，也诚挚邀请民众庆典期间都能够到访克明宫参拜祝寿，共沐神恩。记者卢凯竹山采访报道。